碰到个小粉丝，我们现在跟他合照了，站在 C 位。这小粉丝好可爱，都不好意思跟我们打招呼。Hello， 能听到我声音吗？人家能听到。东方明珠看到了吧？上海之巅，直入云霄。老爸，我想买东方明珠。你想买东方明珠啊？你妈，老爸没这实力。你问问你老妈有没有这实力？我也没那个实力。这什么东方明珠啊？多少钱？10块钱。买两个呢？15。这个东方明珠我买得起，15块钱两个。那个太大了，买了拿不回去。你帮我这里打个日期行吗？啊，有日期的在上面。哦，行行行，好的。这女的是我老婆吧？这么漂亮。你看哪一个最好看？你指一个。妈妈最好看。切，马屁精。本来我们还想坐船的，但是买不了票了，人家要6点之前买票才行。哎呀，错过错过，该说不说，这东方明珠这点景色是真美丽啊！拍张照片，咔嚓。碰到个小粉丝，我们现在跟他合照了，站在 C 位。这小粉丝好可爱，都不好意思跟我们打招呼。刚刚是谁说这边没什么人呢？没啥人，那不是没来到南京路吗？来到南京路我还敢说吗？乌泱乌泱全是人。现在我们去坐一下双层巴士，我们家两个家伙一次都没坐过。40一位，小孩也要钱？小孩这个不要，这个要的，这个不要的放在身上。好，那行，我考虑一下，41位有点贵。41位。这坐公交车这么贵，我还以为2-3块钱就行了嘞，没想到要41位。哎呀，哎，坐一次吧，坐一次吧，我的妈，40块钱一位。这个小的不要，买3个。啊，买3个。上2楼去。没有了，这真是我坐过最贵的一次公交车。这真是我们坐过最贵的一次公交车。我的妈，好多人呢。爸爸，我说马上就要启动了吧？哎呦，你是最激动的，赶紧走吧。走啊！哎呀，哇，这个双层巴士坐起来还有点不一样哎。人家能听到。夜上海，一个人的夜上海。别跟着你恶心了。我现在从2层巴士上面下来了，不能坐了，我有点晕车了，再坐我都要吐了。月月也有一点。现在我们回酒店。我晕车了。啊，你不晕车，只有我晕，行了吧？那我们现在回酒店吧。回吧，回酒店了。其实没啥好坐的，那个2层巴士，白白浪费100多块钱。哎，雨伞呢？哎，雨伞呢？雨伞没拿。师傅，雨伞没拿。不能上。我雨伞没拿。好。好了，我们回来了。今天愉快的一天，跟大家拜拜。我们明天见。